偷偷把丈母娘接来，看看媳妇啥反应。哟，老婆还在睡呢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！别吵，再睡一会儿。快点，赶紧起来，咱妈来了。咱妈来了。嗯。那正好让咱妈做点饭，我有点饿了。啥？叫谁做啊？不是你妈来了吗？你让她做一点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嘛，正好一起吃嘛。是丈母娘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妈来了。啊、嗯。你呢？老婆，你干啥呀？啊，你接着睡啊。睡什么呀？赶紧收拾，乱七八糟。有啥好收拾的呀？啊！让他看见不得骂我。你看，给你吓的，嗯。我吓什么？几点来啊？快点说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丈母娘打电话只说要来，我不知道几点来。啊？你不知道几点来？啊？到底来不来？来肯定来啊，他告诉我肯定来的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来、啊、我不知道啊，他又没说，他可能今天来也可能明天来嘛。你玩我呢，一会儿今天一会儿明天，到底来不来？哎，老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不是怕丈母娘啊？我会怕丈母娘？你想多了吧，听我老子来了我都不怕，我还怕我丈母娘？哎，那你刚才这一顿收拾你干嘛呀？我乐意啊，关你屁事啊。啊，再说了，我妈从来也是把我捧在手心里放嘴巴里怕挂了的，我让她烧糖醋排骨你信不信她马上给我烧了。那你刚才这一顿收拾你是干什么呀？关你啥事啊？还有你刚才为什么要骗我啊？说我妈要来。我没骗你，我只是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。你不就是存心骗我吗？如果我妈不来，你小心你的狗头啊。你、嗯、老婆，你干嘛骂人呢？啊，我骂人？谁让你要骗我啊？等我妈不来，我就把你狗头砍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砍你狗头了，我怕你了。行，你等着啊。我等着。你等着。我等着。啊、妈，妈、啊，妈，你听到没？你女儿说要把我的头砍掉。我听到了，我来收拾她。看看看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啊？在家里到底怎么样？妈，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，不然你走了，他又要欺负我了。